辽宁省新宾县，这里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发祥之地。如今这里只剩下费阿拉城和赫图阿拉城的遗址。岁月的无情剥蚀冲刷去了这里往日的辉煌，然而历史不会忘记，这里是八旗子弟茁壮成长的摇篮。16世纪末，满族的前身女真各部落称王争长，互相战杀，甚至骨肉相残。